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时尚前沿，我是你的好朋友 Jennifer。 今天想给大家说一说香奈儿的品牌故事。香奈儿是一个法国奢侈品品牌，创始人是 Coco Chanel， 原名是 Gabrielle Chanel， 中文名是加布里埃可可香奈儿。该品牌于1910年在法国巴黎创立。香奈儿一生都没有结婚，他创造伟大的时尚帝国，同时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其本身就是女性自主最佳典范，也是最懂得感情乐趣的新时代女性。香奈儿代表的是一种风格，一种历久弥新的独特风格。沈奈尔女士如此形容自己的设计，并不是思索接下来要做什么，而是自问接下来要以何种方式表现。这么一来，鼓动将永不停止。热情自信的 Chanel 女士将这股精神融入了她的每一件设计，使 Chanel 成为了相当具有个人风格的品牌。我要成为未来的一部分，香奈儿女士曾说。这种雄心壮志与远见卓识的结合，造就了香奈儿这个独一无二的品牌。从20世纪初品牌创立开始，香奈儿女士的创作语汇超越时代，不断传承发展，时至今日依然深深影响着我们。香奈儿女士的创作更跨越了传统概念的时尚，她曾说，我要一款设计过的香水。在这个概念的引领下，她与俄国宫廷调香师恩尼斯鲍合作推出了集合了80多种成分的香水，这就是传奇的 No. 5香水。1921年，香奈儿做出了一个胆大的决定，邀请俄罗斯宫廷调香师恩尼斯鲍为她创造一瓶闻起来像女人的香水，五号香水由此诞生。这款历史上第一瓶抽象香调的香水，成就了至今无人超越的传奇。而五号香水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香水的范畴，化身为现代精神的象征。它以独特的魅力让全世界的女性深深着迷。 Coco Chanel 曾说过， Chance is my soul。 当 Chanel 遇上 Chance 时， Chance 诞生了。继经典的 Chanel No. 5后，全新香氛 Chance 以崭新的浑圆形象成为香水新经典，明日世界的新典范。 Chanel 香氛大师 Jacques 以3年时间调制的 Chance 是特别针对年轻、勇于尝试、爱好幻想、热情活力、狂野却又纤细的年轻女性所设计。服装的优雅在于行动的自由。在20世纪，加伯利尔·香奈儿为上流社会女士创作出简洁而奢华的小黑裙，成功地塑造了一刚一柔的独特女性气质。加伯利尔·香奈儿说，我想为女士们设计舒适的衣服，即使在驾车时依然能保持独特的女性韵味。直到今天，香奈儿的小黑裙依然是全球女性梦寐以求的选择。小黑裙是一次优雅革命。我常说，黑色包容一切，白色亦然，它们的美无懈可击，绝对和谐。在舞会上，身穿黑色或白色的女子永远是焦点。加伯利尔·香奈儿摒弃了当时花花绿绿、繁复累赘的女装流行，不断在面料、设计细节与制作技巧上求新求变，使得香奈儿小黑裙这款独特的时尚杰作一直是现代经典的同义词。黑色其实是诠释优雅的词汇，小黑裙享有百搭一穿、永不失手的声誉，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女士们衣橱里的必备品，也是服饰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设计之一。在1926年，香奈儿女士第一次发布了她的小黑裙，这就便赋予了女性一种全新的自由，来展现传统及规范外的另一种女性美。女人一心想着所有的色彩，而常会忽略了无色彩。她认为黑色与白色一样，凝聚了所有色彩的精髓，它们代表着绝对的美感，展现出完美的和谐。香奈儿女士选择在1926年发布她的黑色小礼服，这个时机可谓选择的相当完美。因为一战给欧洲社会带来的暴风雨般的改变，就为小黑裙创造了机会。在她面世后，人们用最好卖的美国汽车的名字来称呼她，叫她 Ford 裙。这样看来，香奈儿的小黑裙受欢迎程度就可想而知了。香奈儿小黑裙通常设计简单，因此配饰成为小黑裙的一个亮点。珍珠、胸针、胸花、腰带等都成为小黑裙增色的小要素。
出产经典小黑裙的香奈儿品牌创始人 Coco Chanel 女士喜爱珍珠配饰，并且她从来不会只带一条珍珠项链出门。山茶花是香奈儿王国的国花，它娇柔精致，纯净无瑕，极为优雅，毫不张扬的形态令香奈儿女士钟爱一生，更凝聚了她对美、魅力和简约的期望。香奈儿女士将脆弱转瞬即逝的山茶花转化为创作的一部分，让它因此得以永恒。山茶花最初作为贵族男士前襟的装饰出现在服装设计中。1930年代，香奈儿女士以一朵山茶花让小黑裙焕然一新。自1960年起，从最简单的白色绢花到纷繁多样的服装配饰，山茶花开始四处绽放。21世纪开始，香奈儿高级珠宝将山茶花作为众多系列中最重要的品牌主题，亦是源于香奈儿女士对山茶花的偏爱。今时今日，山茶花及羽饰坊与 Gilded 花饰坊的手匠工人们以巧夺天工的独特技艺完成每朵山茶花的制作，完美体现着香奈儿高贵优雅的独特品味。1957年，香奈儿女士更以男士休闲鞋为灵感来源，推出了一款与传统大相径庭的双色鞋。黑色鞋尖令女性的双足显得更纤细灵巧，米色鞋身和后系带与肌肤融为一体，拉长腿部线条，鞋侧加上松紧带更加贴合舒适。这些极具巧思的创新元素使香奈儿双色鞋成为伟大的设计，时至今日尚有众多品牌从中汲取灵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香奈儿品牌小故事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香奈儿将成为您衣橱里的永远的品牌精髓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时尚前沿。如果您喜爱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是 Jennifer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读懂温哥华，从温哥华港湾开始。真正的本地新闻，即时最热接地气。玩玩乐乐温哥华，大温一周好去处，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。舌尖上的温哥华 ，BC 贝原创美食微杂志，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。温哥华港湾，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。